庙内底加来神叫做祖先，庙内底叫做啥？开基座。开基座。哦，你怎样去拜？功德主该地开基座，一定要设迄地啊，即个不能忘恩背义。背义。你阿人上来开基座，一定要这条神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主神、门神、良神、灶神、斋神，甲加来神。这叫做六神，这六神一定要安，你无安的吼，这个法会内底等于白做。这个法门袂使无这两个。这个法门，这个大科医生讲无当处理。对对，这大科医生安良，这安良心，哦，一定要安良的良心。哦，啊，从这个就，这个科医来对就是这，这科医的来对。哦，啊，这银护送上这个大科医里面哦，过去的圣光是叫叫做燃灯挽留跟叩打天恩，这什么意思？对，因为燃灯的话吼，咱就哎。众神请到位啊，对不？哎，点灯、燃灯，哎，算咱点，咱讲点灯啦，一定要甲挽留掉，来底才知咱，咱才做这科技，咱这人要禀报什么代志，伊也知影。吼，啊，你叩打天了是爱先，咱讲古人讲一句话，火要插爱先插头前。啊。你先爱插后边。哎，你莫插后边，爱先啊叩打天，先啊叩打者，先啊叩打，我要做啥？感谢伊者，啊，再来做这科技，做这哦法门，开始就做得起啊。这意思讲，人客来吼，到底用茶，用你红啉，啊，人客走，你甲扫落脚，唔忙人客来扫落脚，人客走，甲要到底用啉，火要插头前嘛，对啦，火要插头前，唔忙插后边，这都无。这是咱讲较白话，就是安尼讲啦，比较白话一点，就这么讲。哎，是是，其实观众朋友，咱今日玉山师傅哦，为着这个银雾送上这个大科仪哦，大法门吼，爱带来两个宝物吼，哦，那些国宝级的大师吼，你得注意看吼，黄色的，啊，搁有一个红色的吼。我以前是有你呈现吼，观众朋友，看你了不？哦，观众朋友注意看吼，这真长吼，而且真学问吼。哇！咱讲哦，在专业术语里面，书中是有千古树，书中是有黄金屋，来来来，看你了。哇！哦，第一哦，咱讲专业术语来对，叫黄榜。黄榜，黄榜就是要送，要上灶的。要上灶。上灶的时候，一不要用黄榜。送穷。送穷啊！送穷，送穷一定要这个黄榜。哦。啊，并不有天地神明怎样上出去，叫进入本门，哦，所以这本门哎下了，就是我们的心愿啦，要怎么送走他？哦，不止智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这五穷，还有无形穷还在里面，哦，这里面爱去送穷，送穷爱经过说了叫这个程序嘛，这个法门一个程序，一个科仪，这个科仪很重要的是，啊，过加这条本门叫五本，上造的五本，就是安尼。啊，送穷了，啊，咱来迎户啊，对，迎户过来。哦，银户哦，哦，银户来对。皇宫是红色的，对，这个红凤，红凤就是咱讲的哦，金榜题名嘛，金榜题名，这个红凤嘛，吼。哦，今天够长。哇。麦伟先生啊，你这个当大记者，你有看过这？我觉得要赶快摸一下银富啊，空前绝后，摸太厉害了。这个叫做红本，就是咱讲的银富，哦，送穷之后就是要银富，啊，银富之后，哎，你要弄个投资啊，穷气富来，福报无疆哈。哦，啊，你叫叫给谁给这个哇？就是咱哦参加这个法门，加这个科技哇，你信中对哇？你要落落去，唔那落伫遮了，我跟你讲，银富旺财塔。国仔定在一年，我吼，哦，有五路财神嘛加持一整年，哦，啊个他还会转嘛，我哎阴阳龙虎，哦乾坤龙虎转，好利好转好利转，啊这张还个就是，啊不还个啥，放咧庙内底财库财库所在，算暗库内底，放咧个加持一年。所以观众朋友吼，咱台湾头台湾尾吼，本信外信客家人原住民，大家共同来做伙，台湾尾台湾头，韩子蚵啊，满子拢出头。韩氏听蚵啊，蚵啊听韩氏，韩氏听麻糍，韩氏蚵啊麻糍一家亲，大家团结一条心，我们有信心，因为人有自信就是成功的动力，所以我们大家充满信心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义善师傅，也谢谢我们的大使哦叶大使，还有我们更谢谢我们好我们慈善会的我们的刘善谦刘理事长，还有我们麦大记者哈麦若英先生，谢谢谢谢谢谢好好观众朋友，阿兰今日节目到这哈啊，林刚继续哈，小管咱的哈是银雾送穷哈，是我花是你花是大家花花花花哈，谢谢好感谢。
如果对以上节目有所疑问，请拨以下的节目咨询专线：03-388-9355，03-388-9355。